中，微笑，是微笑，不是傻笑。这个人真的很神奇耶，为什么可以把我的头发弄成这个样子呢？好漂亮。我想吃爆米花啦。就是要配爆米花啊！真的假的？不是跟你讲过不要买爆米花，怎么还是买？看电影不吃爆米花，怎么看得下去啊？嗨！你们怎么来？江丽说她刚好有首映的票。你要吃爆米花吗？我不用了，谢谢。这是甜咸口味的耶。救命！要不要吃啊？对不起啦。没关系。对不起耶。我不是故意的啦。对不起。你没事吧？